我是台湾第一个把嘉宾证给关山的人啊。第一个不止种高山了、啊，因为以前种过咖啡，几乎都是去当工人，日本人来种，啊，台湾人是做工了嘛，啊啊，甲尾啊。日本战败倒去，啊，换分灵县政府来接收遐个咖啡园，啊，县政府种的嘛。其他的台湾人都是去当工人，去管理啦，去种啦、采收这样而已。无人讲家己甲种来，家己准备要卖的。我是戆戆的第一个。我伯伯他说，他们年轻的时候经过古坑的荷包山，看到那整片就是经济农场的工人、哦、在那边种高谷啦。我伯伯他也很好奇，他问你们种高谷树干嘛？这里种适合吗？那些工人说，上面叫做高谷树，上面叫高谷啦，我们没听过呢，我们就是在种咖啡。那我有一天如果去那边找到那个苗来种。那一定很新奇，骑着机车去荷包山，那我就来找找看。自己披荆斩棘爬到那个高点，终于找到那个树苗，很像高谷兰那种树苗，就拔回来种。咖啡这种树，大部分的台湾人没看过。我原来咖啡长得跟狗骨树一样，我第一次对咖啡的印象是这样子。咖啡花的香味就非常的相近，茉莉花的味道。我们村庄里面的人看到了就很好奇，就问我说：“欸，你种那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怎么是黑起来跨碎啊？是景观植物吗？”我说我是种咖啡啊，尝尝看，只能知道它咖啡果实的味道。既然熟了，我们就采下来。因为我们是农民啊，知道那个种子怎么处理。我轻轻一挤，它里面的种子就跑出来。我还没有工具可以处理，我们就这样用手工这样把它挤出来之后晒干。晒干之后，它那个种子外面还有一层种壳，但是一颗一颗这样剥很慢。我们以前就是会捣那个花生粉，刀柄这样捣，捣一捣，拖刀就变拖刀夫嘛。剥开之后，里面那个种仁，哎，看起来很像那个图片看过那个咖啡豆嘛。啊，知道咖啡是要炒过嘛，那是生的嘛，我们就用炒菜锅炒一炒。哦，刚开始炒一炒，它是变成褐色、黄色、褐色的时候，像炒花生那个味道。哦、啊，再继续炒，因为我们看那个书上那个咖啡都是黑色的嘛，我们就继续炒，把它炒成黑色，哇，就哎、欸，那个整个房间都是那个咖啡的香气，哇，这真的是咖啡呢哦。喝到第一口咖啡的时候是很兴奋，因为我自己亲手种出来的咖啡。那杯咖啡到底层次等级怎样，我完全不晓得，但是就有一种感动。
88年九二一大地震，九二一大地震之后，全台湾到处很多灾区嘛。那个时候，行政院的农委会他们就推一乡一特产了，希望各乡镇自己找出一个最适合的特产，不要大家都种一样的作物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高山茶也没有那么夯的了啦，到后来台湾到处都在种茶，全台湾的山区都在种茶，像山林溪比我们更高，我们就已经没有优势了。八公，你敢会记你迄个时阵，甲迄个茶错掉种咖啡？迄阵在当时在修行的时阵，国家毁掉，当然会足唔甘啊！我就把茶园挖掉来种咖啡。哦，那时候我老爸很不能谅解。迄阵嘛唔歹，嘛唔歹咖啡啉着好啊歹。啊，种咖啡的过程，我反对的是足多啦。啊嘛，安尼重新搁滴改变滴种，啊种到有通生，会生有通试验。都爱差不多四年五年，古早有哦，教官爱讲啊，除了袂伤害着身体的，拢嘛讲。当初我老爸就很是不太想跟我讲话。看我整个仓库都堆满咖啡豆啊。烦恼无人买啦，啊，种遐无人买啦，无人要食咖啡啦。啊，台湾也袂晓啉咖啡啊，只是干阿在啉茶。后来我就开始拿去给一些业者去测试嘛，啊，他看咖啡豆好像有在拿出去，有渐渐的有消气啊那样吼，我根本不敢讲说我那个是送给人家试的。我们用成本要卖给他们，他们都不要，而且他们要卖的就是比较有名的。所以我们这样咖啡也卖不出去，推不出去，寄样品出去也都是石沉大海。寄出去之后，我们自己吼还在怀疑啊，这个咖啡到底在整个咖啡市场它的水准准怎样？我们还不是很肯定啊。所以连收钱都不太敢去收，哦，连看卖得好不好都还有点怕，不太敢问呀，不敢面对现实。我们每天生活都一样要过啊，啊，孩子的学费要缴，孩子渐渐长大，他们以后的开销会更多。哇，那个时候就真的想说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转个方向？不要再坚持了。那个年代，一个叫做竹山天梯，那么多的游客经过，那我们就在路口做一个指标，台湾咖啡嘛，一杯杯这样卖。靠这样子慢慢的累积那些客人，那些客人有些真的对咖啡很有研究，他们评价都很高，哦，那时候才开始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因为他们对咖啡的了解比我们自己还多。我记得有那个客人来说，哇，这个比蓝山的更好喝。其实蓝山好不好喝我不知道，我后来才了解说，蓝山是那个年代，哦，过去艺伎还没出现之前。就全世界最公认最好的咖啡。伊要种遐济时间嘛足忝的，要像伊
一个万喊不干啊，工人吼，拢老啊，退休的拢退休啊，啊，少年啊，无人要参与，无少年。啊，今年才几岁啊？七十岁尔啦。哦，这头四十几岁，甲阮慢甲七十岁，哦啊。他们年纪好，逐渐在变大，但是没有比较年轻的人加入，哦，这个是台湾农业比较大的隐忧。好帅哥啊，帅哥厉害了，帅哥来啊！较大汉开始会晓扮咖啡吼，我拢爱甲庆金算几岁呢？哦，他幼稚园的时候啊，就会打工了。系啊系啊。我记得第一次参加比赛是2005年，那时候叫不叫比赛，叫咖啡评鉴。评鉴就是那些杯测试，那些评审会针对你的咖啡给你一张评鉴的报告，让你去了解你的咖啡。那一段时间就很多全台各地咖啡农啊、同业啊来我这边参观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以前没有人来，现在怎么会那么多人？他们，我问他们，他们说：“哎、欸，你都上官府的啊，国庆全国的评鉴，你都上官府的，我来看讲恁的咖啡形势安怎，是你安怎整啊？那样，我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最高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。哇，就这样，我们就信心又大增。”我们家有三个杯测试，哦，杯测试就等于是有国际证照的咖啡的评审。其实他们去上课那个课程，一个课程大概8万块。我这样子，三个兄弟不能厚此薄彼啊，三个拢混去，我三个都也还好。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在咖啡园长大，他们对咖啡有比较好的底子啊。哎，这里就是以前爸爸年轻的时候来这里拔咖啡苗的地方。哦，你们看，整片都是啊，哦，很壮观。我们家都是从这边采的。哎，我们的第一批的咖啡就是来自这里。哦。哎，那时候别的地方也没有，全台只有这里有。我们最早种的品种就是荷包山那里日据时代引进的，就是单一的铁皮卡。再从国外再想尽办法，再从国外再引进一些台湾原本没有的品种。哦，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最大家最期待的艺记园区。哦，艺记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品种。哦，这个是艺记。哦，这个叶子比较小。哦，啊，它的节茎比较长。哦，啊，另外这一颗叫做马萨亚萨。哦，这个也是国际上很稀有的品种。哦，我们也刚引进到台湾来试种。曾经我种过那个品种，很漂亮哦，种起来，咖啡果长得很漂亮，树也长得很健壮。啊，测试之后不好，我就把它砍掉。我老爸很难理解这个状况，他很生气嘞。啊，那咖啡真贵啊，你啊，才种到这点水啊，搁它臭臭掉。哦，他很难理解的，这个我们也很难跟他解释。哇，哦，他就常常就，啊，这没办法，就是这种事情常常在发生。我是去分享我们种咖啡的经验，教他们怎么种咖啡，怎么冲咖啡那些啦。嗯，他算是我们的隔壁村啦，那个原住民，周族的原住民来我这边炒帮要我帮他炒咖啡嘛，帮他烘咖啡。有去教课，他来就老师怎么样啊，都叫我就叫老师。啊，我知影讲过去你可能反对我种咖啡，吼，你唔是无爱我，唔是无关心我，是因为恁想要讲惊我种迄个咖啡卖出去，吼，阮的生活吼有问题，吼啊，今仔日经过遮尼久的时间，虽然恁当初反对，
啊，不过恁嘛是帮阮做足侪代志的，吼、哦，逐工拢教阮妈伫遐底帮阮剪头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虽然恁年纪遐尼大，目睭花花，剪无介清气，阮拢爱阁剪一摆，啊，不过阮就当生足侪工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嘿，我都唔免逐工拢剪到半暝，吼、哦，安尼好嘛是互阮足大个，吼、哦，足大个帮忙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恁放心。哦，咱的咖啡即摆伫台湾，甚至外国人嘛，足侪人拢捌咱。吼、哦，啊，有一天外国人因为咱的咖啡来捌台湾，吼、哦，安尼这嘛是吼、哦，相信恁一定会感觉真光荣。哇，一听就水啊，你话。哎呀，拄啊落雨了，即摆阁好天。嗯，这个是上大的老天爷给人上介大的光的风景嘛。虽然忝，啊，不过这风景嘛是一种幸福。你是恁伫台中无的呢？你过来才照有呢。莫常常安尼讲，迄姻缘可能是早在几代之前就甲你做好好啊。对对对，安尼你我不是要讲的。我敢甲你骂，我是你脾气太歹吧？我拢神经好啊！你是？要放慢了，真的要放慢脚步了。太急了，太急了，你会漏失很多很多很多。啊，像树安尼嘛，啊，静静安尼，慢慢啊开安尼哦，你啊会慢慢啊水。我就是爱山，我逐天天光啊看迄山吼，自细汉看到即摆啊看，逐天都看伊足水个。毋知影，因为这是山，咱的所有一切嘛是拢这山给咱的呀。嗯，是啊，爱感谢啊。